吃哦。大概两分钟。要保持稳定哦。反正就是个游戏，对。他说你手机里，你接收到数据，你就知道是哪个游戏。那我知道。首先，或者是做一个公版的，就是一个库，不管什么，反正做完你没必要用。这样的话，把一条库从一个单独的库。